许久，就是可能三年回到台湾，那想问你为何亲切台湾，有没有给台湾这片土地的是的，这个这次回到台湾，当然，这个人在美国，那么心在台湾。这个余光中啊，有一首诗叫做《乡愁》，那我一样，也一样有乡愁。余光中的诗啊，是写到这头跟那头。那我的年轻的时候跟成长的时候都在这头，那壮年的时候跟晚年都在那头。那我希望啊，这太平洋只是一个很小的水沟，我可以越过这头，也可以跳过那头。啊，这是余光中的乡愁，跟我的乡愁，所以心系台湾。是，那我们了解，就是尽管受到疫情影响，那黄道公德会依然就是持续默默行善。那另外想问，在美国创办的无声故事基金会，这两年是不是捐赠了许多？用于金钱，用救济医疗，还有奖学金等等。那为什么会如此重视慈善？是这样子的，这个佛陀曾经讲啊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我们是照着啊释迦牟尼佛的指示，那么在做行善布施的工作。那最近呢，这个声音跟法典训最重要的就是在做一个帮助国际诊所，专门是在免费的治疗所有没有钱的人，这是国际诊所。那么国际诊所呢，跟健安疗养院都是我们声音如法典训支持的对象。那这两个单位啊，最近呢、要建一个老人院。那其中的最主要的支持者就是声音如法典训。那么我们已经付出了，到目前为止差不多有700万的美金，啊，700万的美金。啊，这是属于这个身体照顾方面的，其他刚刚已经讲过了。另外呢，这个还有贫寒学童的救助，那么很多的学童都是领这个声音路反贴性的奖学金，就是联发奖学金。啊，最近呢，这个声音路反贴性会转向国际，包括整个东北亚、东南亚，还有整个世界，只要是有急难的，我们都要伸手去帮助。所以希望这个出乌拉斯库生活中的弟子能够伸援手，那个帮助这个声音路反接续啊，让全世界上有急需要的，我们都给予布施跟帮助。是，那在这三年的疫情下，有许多朋友又罹患了新冠压力症候群，那我是建议可以帮助他们达到身心。一般来讲，这个做一个出家人，也可能是一个心灵的医师。我们祈求这个佛菩萨的祝福给大家。另外呢，还有很多的经济萧条的现象。那么我们有一个经典呢，叫做出门间路卡的拄着观世音，三啊一边佛，
西亚一边佛，南啊南边啊一边佛，哦北边嘛一边佛，啊我的店内底物件拢装袂清，啊叫做出门的店，是帮助生意人的。另外呢，这个我们心灵的做法，我们也有对这个 COVID-19 的这个做法，就是用金刑法，也可以安慰这个得病的这个人的这个心灵。对，一化成江，二化成河，三化四化成金刑。啊，此笔挥还，此纸挥还纸，乃是庐山秀才子。子天天亲，子地地人，地灵，子人长生，子病灭亡。这样子念的话，哈、啊，也不能讲说不会得 COVID-19。总之啊。给这个病人一种心灵上的一种安慰嘛，好，也是一种民俗的疗法，一种民俗的疗法，这是一个我个人使用的方法。好的，那我们都知道您每天都有持续写一篇文章或是话，那在今天访谈上能够写过我们听一下？啊，可以的。可以。谢谢。好的，我们谢谢师兄。